Hello， 天王 Jason， 我哋翻嚟继续玩 Lost Ember 啦。咁我哋上次咧就玩到我哋啱啱好就过咗下一个嘅障壁，跟住我哋继续我哋嘅旅程啦。咁上次有观众咧留言就话：我点解近排你打机咧唔开 webcam 嘅咧？咁样咁其实最主要嘅原因咧就是因为咧。天气比较上冻的关系，我近排我打机咧，我拍片的时候咧，我系包到成只肿咁样，我系包到，真系唔系讲笑，我系包到密一密，基本上咧，除咗我个面，即大家幻想一下系咩，就会系呢一个 South Park 里面嗰只 Kenny 啊，系咪 Kenny 啊？即系着住件橙色连帽的down jacket 嘅嗰只咧，我系包到咧，净系见到我块面，跟住个头啊、条颈啊，成个都全部包住晒，咁所以我都费事开 webcam。喂，我冇路行啊呢度喂，玩嘢。その柱が気になるな。あまり丈夫ではないようだな。条柱。手前にあるものを壊せば崩れて道が開くかもしれない。推冧条柱就向下行，呢条柱点推啊？哦，我哋梗系用土拨鼠嚟到挖下边，跟住之后挖烂佢系咪？又唔系喎，佢摆一只土拨，哎，呢埲墙可以挖得烂嘅喎，挖烂呢埲墙先。咦，唔得嘅？哦哦。跟住之后冧埋呢一边，嗯？唔冧嘅 ，Oh yeah！ 跟住之后再冧多一半墙，跟住之后佢就冧落嚟啦，系咪？一定系，除非唔系。啊，近排唔知点解成日咧会冇咗啲声啊，突然之间会个显卡要更新啊，咁。Oh yes！搞掂，跟住之后沿住呢条树落去可以 ，OK， go go go， 呜呼，速度感，哇！佢落车嘅时候真系会跑得快啲呢下咧，系有嗰个嘅 physics 喺里边喎，我中意喎。咦？但系我想变做呢一啲 wombat， 跟住碌落去喎，碌落去会开心啲。好，出发，冲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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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唔系啊，呢个唔系落行鸟喎。但系唔知点解我刻用呢套，我用呢一啲嘅，哇 shit！ 我一用呢啲嘅 wombat 咧，一碌咧，我个脑里面就系谂起呢一个，哇 shit！ 哇！哇！哇！有呢啲嘢玩咩？突然间，原来，我完全佢话我闪躲，但系我完全冇闪躲到啊！基本上，好彩唔系嗰啲要我即时揿边一个掣啊，成嗰啲，纯粹只系要我揿嗰个跳掣，揿 A 掣。哇！大风，唔该晒你啊！呢啲蜂鸟吓亲。不过讲开近排天气冻嘅问题咧，大家真系要拎翻啲 heat tag 啊之类啲出嚟着。我见到有啲人话咧，话 Uniqlo 嗰啲 heat tag 咧冇乜特别大作用。但我想讲，其实咧，只要你一着上身冇几耐之后咧，就开始暖噶啦，真系好有用，唔系讲笑。我而家拍紧片嘅时候，我都着住呢一个长袖版嘅 heat tech， 开始慢慢有少少热到想流汗啫，真系唔系讲笑。喂，俾高啲啊！会唔会系用雷鸟会开心啲啊？喂，雷鸟唔系雷鸟，啲蜂鸟。去晒边啊！你哋
我上唔到去啊！我呢只鸭，只鸭太废啊 ！OK， 好靓嘅，其实真系呢个游戏嘅世界。嗰度翻嚟樱花树，等我睇下树底咪嚟执先。佢零零舍舍咁靓，有一棵开樱花嘅颜色嘅树喺度，又冇嘢执噶 ，fake 咗添。系啦，我哋上一条片我哋话咧，即系《汪达与巨像》，我真系好中意嗰只游戏，所以真系系咁讲，我争啲想拎翻出嚟再玩添啊！真系，虽然我已经直播玩过，但我好想拎出嚟再玩过，唔知点解。水を見てごらん。水はかつてこのヘドロで覆われていたのだ。とても飲めたものじゃない。唔饮得嘅水。但系佢既然显示呢度有嘢，我哋沿住条河飞过去，一定系啱路嘅。系啊，哇，好多鸭咩 ？Hello， 做咩 ？ETV 啊，教育电视英文版 opening。Hello。其实我上次玩另外一只游戏嘅时候，诶，系咪可以变鱼？系咪可以 ？Oh yeah！ 咩鱼啊？系鲤鱼定咩鱼？呢啲系，但喺水度乜 Q 都望唔到喂。哇，劲！我哋上次先玩完呢一个金鱼逃生嗰只 game 咧，咁快我哋又可以玩鱼啊！但我想讲咧，点解落到水底之后咩嘢都要 out for 咧？可唔可以 focus 翻？即系鱼系虽然，哦嘿 ，no， 咁真系大物啦！哇，直冲落下游！做乜呢一个章节咁开心嘅呢、這个章节？哇！咁高跌落去，鱼都死啦，系嘛？劲！系我就系话咧，上次我问大家，其实有啲咩游戏大家想睇咧？新 game 旧 game 冇乜所谓。我有谂过，我真系向任啊！大家冻得滞。我近排有谂过咧，其实 The Last of Us 咁啊，下年会出。新 game 啦，系嘛？我有谂过好唔好，即系拍片同大家一齐去重温，因为我系冇玩过，我系冇玩过 Last of Us。かつての首都キロタシへの道を歩んでいるようだ。月日と水によって姿を変えてしまったが、確かにまだここにある。曾几何时呢度系水面嚟嘅喎。系咯，如果有啲咩 game 大家觉得系想睇嘅 ，The Last of Us 会系其中一个选择。唉，但系我话懒得掹部 PS4 出嚟，认真好烦，因为拎部 PS4 出嚟打嘅其实，因为咁样唔翻转头咯，咁样咪。但系我系认住，我系要游向光明，我系要。光が差し込んでいる。去右光那边走。咕咕咕，光喺呢边。Oh yeah！ ここ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んだろう？見て回ろう。你唔熟悉呢度，不过都系照行啦，上水面啦都系。前面冇路啦，因为都已经。好，上水。喂，等先。哇，呢度。呢度系有啲叫，哇！我哋上次去墨西哥见过类似呢啲地方，啲 cenote， 啲天然洞、天然水洞，跟住之后再变
即系雨水再加埋佢本身蚕食咗好多年咧，跟住之后上面穿咗个窿，跟住之后下边咧就会变咗呢一啲嘅，变咗呢一啲嘅水泉，天然水泉。不过冇啦，全程朝住有光嘅地方去啊，应该我谂。咕咕咕，定话是我哋呢边过嚟嘅咧？啱啱呢又执喺前面。有嘢啊！咦，唔系我哋呢边过嚟嘅 ？What？ 系咯？咦，我哋兜咗个大圈原来。我哋系兜咗一个大圈，跟住之后翻咗过嚟呢边，冇理由噶。跟住光去啊嘛，系呢边冇错啦，应该。但系头先我中途我转错弯，上边有阳光落嚟嘅，呢边上啊，都似系啊，都似系啊。Oh shit！ 落翻去，哇劲，咁都可以翻落去，厉害，喂啱晒路。ここはささやきの塔。誰かのすすり泣く声がいつも霧の中から聞こえてきたからだ。なくしたものを嘆く声が。ここは神聖なネクロポリスだったのだ。私の名前も刻まれていたはず。私が弔われてさえいれば。もっとも、それなら私は今頃。光の都にいるのだろうがね。この場所を覚えているかな。塔で探したい名前はあるかい。もう少しここにいたいのなら構わないよ。我都仲未知道呢一个光究竟系犠牲者たちだ。乜水？魂を死での旅路に導く水よ。在りし日の過ちと偽りを焼き払う火よ。真の魂を解き放たんこと。包括埋阿卡拉尼个女朋友，同埋其他嗰啲村民，死咗好多人。要报，一定系。よくも抜け抜けとここに来られたわね。彼女があそこにいるとは知るよしもなかった。すまん。何もかも全部あなたのせいよ。一句唔知道條女喺間房裏面就可以放火嘅咩？障壁を越えよう。穿過？咦？係喎，過多咗已經。但我想講，我每次咧都咁快咁樣過板咧，我一定係 miss 咗好多嘢冇執到。嗰邊都有嘢執嚟嚇。呢啲咧，如果趕住過板咧，就啲全部都冇執到。雕作其实 miss 咗好多啫。我上次讲咧，话有个好继续冲过前面蒙墙，下一个位。我哋而家呢一个系玩到第三章。
胜路嚟计咧，应该就系有六至七张嘅呢个游戏。あれは君かい？仲間が集まってきている。一体何を企んでいるんだ？谂紧做乜嘢？咁啊，梗系报仇啦，唔使讲。带住一堆嘅族人向住呢边行。嗱，呢边咧，我哋就行翻上去上面个城度啊嘛。咁啊，上次个故事内容都系话咧，我哋嗰个老豆咧，就系呢座城里边嗰啲守卫嘟嘟嚟嘅，士兵长之类咯，应该系。咁我哋就可以咧，沿呢度上去，跟住之后揾自己老豆寻仇，杀我条女嘅仇人，我哋要亲手手刃佢，我哋要。啊，唔知呢个游戏 total 可以变几多种唔同嘅动物嘅咧？我哋而家暂时变过鸭啦，变过蜂鸟啦，跟住之后变过wombat 啦，嗰啲猪型物体。喂，超你唔好挡住我啊！呢班喂点啊吓？冲啊 ！motherfucker， 过唔到去喂，咁快嘅？就算行呢边定下先。咦，呢边唔俾过喎，是咪行错路咧？冇理由噶，可能下面有第二个窿，可能我哋唔俾行呢边。喂，俾我变翻鱼得唔得啊？条鱼头先，啊呢度啊，喂鱼啊鱼，我要变你哋啊，我要，我怎游都游咗入去，咁但系。变鱼先过到啊！呢度应该 ，oh shit！ 哎呀，心急啊，就系变翻，心急得就系变翻只狼，濑嘢啦，濑嘢 does not， 啲鱼去边？走晒咯 ，fuck！ 等我去搵翻啲鱼先。進めるところは下にないだろうか。喂，揾到啦，哎 ，very nice。好，我哋再入翻去呢度。Oh yeah！ 所以呢个游戏咧，唯一一个会令到我系会卡关嘅嘢就系咧。即系我对于寻找揾路呢个能力咧，真系有啲低。有好多观众成日都话：，唉，睇你打机，睇你寻路，真系睇到嬲啊！真系。所以咧，其实你会系应该需要咧，你打机系需要有自动寻路嘅，靠你自己揾路，真系揾到下一世啊！系，我都同意啊呢样嘢。我同意一啲啊，我不能够全部同意，但我可以同意一啲。この水道は何だ？これをすべてヤンレンが作ったなんて信じられるかい？地下水道系几 impressive 嘅，但我哋上唔到去咯。我哋喺呢边出嚟噶嘛，我哋翻唔入去噶啦，即系我哋行呢边住。咦，但系唔系喎，呢边都系封住咗嘅喎。咁呢栋系点啊？哦，变翻狼呢度要。Oh no！ 条鱼帮完我哋，跟住之后我哋就咁由佢喺度死咩？唔得嘅。唉，但系冇办法啦。啊，鱼大哥，多谢你牺牲小我，我哋方可以完成大我。多谢你。呢个游戏有某啲位咧，
佢系会个镜头角度会整到咧睇唔到附近啲嘢。白蘑菇，第一个揾到，即系好似呢啲咧，佢突然之间咧，因为佢要俾埲墙夹过嚟咧，跟住之后我哋就会突然之间成只动物会唔见咗。呢个系个游戏，我觉得个 camera 角度有时咧可以做好少少嘅一啲轻微改动啦，但系又完全唔影响嗰个游戏个游玩嘅质素嘅，但系可改善嘅地方不完美可改善。これはキロタシの下を流れる水路に違いない。急ごう。君に街を見せたい。有几伟大嘅城市啊，但系都已经烂晒啦。有几伟大？个文明早已消失。呢度里边 ，oh yes。讲翻今年个冬天，相比旧年咧，我印象中旧年嘅冬天咧。是差不多是圣诞都仲系着住 T 恤嘅，但系今年唔得啦，今年好冻。ここはキロタシ、帝国の首都だ。第四章，哇，第三章咁短嘅嘛？ヤンラーナの発祥の地、私たちのヨルベ、私たちの誇り。オオカミよ、私もここに住んでいたはずだ。ここなら私について知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。好啦，估唔到咧，喺一个咁突然嘅时候咧，我哋完成咗第三章。何千何万もの人々がこの場所に住んでいた。信じられるかい？ここからわかることがたくさんあるはずだ。少し見て回ろう。好啦，咁我哋咧。第三章的旅程完结了，比较上快喎，真系。不过啦，我哋暂时今日呢条片咧，我哋先暂时玩到呢度。我哋下一条片翻嚟再继续我哋第四章的旅程。OK， 咁我哋今日呢条片先到此为止，我哋下条片再继续。系咁先啦，拜拜。